每一年典礼来到这个桥段，谁不是强忍伤痛？包括前天彩排完这个桥段的时候，很多工作伙伴都红了眼眶，包括典礼制作人也是。不过我看到他擦干眼泪，拿起麦克风，用哽咽的声音带领着大家继续往前，这就是电视人的精神。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拿起遥控器，我们就会继续努力坚持下去。这十年来，我跟着金钟奖一起长大，但后来我发现，长大最难的事情就是学会告别。今晚想要特别怀念一位我们尊敬的伙伴。金钟奖颁奖典礼从第51届到第58届，这8年来，他不曾缺席，他总是待在转播车上进行他的导播工作。即便不在转播车上，他也在入围者席等待领奖。而这样优秀的他，今晚却缺席了。他是我还有很多现场的朋友合作多年的资深导播吴美君导播。美君导播，虽然你今天晚上不在了，但是今晚还有很多你熟悉的工作伙伴，他们还在自己的岗位上很努力很认真，他们都没有偷懒哦，你有看到吗？我相信你会用你的方式陪伴着我们。每一年典礼来到这个桥段，谁不是强忍伤痛？包括前天彩排完这个桥段的时候，很多工作伙伴都红了眼眶，包括典礼制作人也是。不过我看到他擦干眼泪，拿起麦克风，用哽咽的声音带领着大家继续往前。 The show must go on， 这就是电视人的精神。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拿起遥控器，我们就会继续努力坚持下去。感谢这些幕后目前耀眼的星星们，你们燃烧自己，照亮整个艺能界，而你们努力工作的身影将长存在我们心中。